来了，混沌已经入侵到这里了。身手不赖，小爷我再教你一招。授你新的功法，去解决它。我们要尽快取出问天一臂之力。问天在前面等你很久。Thank you.
你从哪里来的？真是个奇怪的人。好像受伤了，去帮帮他吧。我已经无依无靠，少侠带我一起修行吧。想要进城，多少也要意思一下。这些护卫真是太过分了。年轻的修士，去参加入学测试吧。力量还不错，不知你的技巧如何？护卫，给我将此人拿下。天命之子终于出现了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来给小姐要他们好看。修行可不是一朝一夕之事。命盘是我的，我的。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!